好，另外中央银行还没有发行的龙年的生肖套币未演先轰动了，即便呢央行考虑要制作成本可能涨价到2000块钱，不过呢邮币商表示的，根据了逢龙大涨的历史经验，转手至少是可以赚个1500块钱的价差，所以买到呢就算是赚到。目前已经发行的生肖套币当中，价格最高的是82年的今年套币，当初原价500块，因为呢央行首次发行生肖的套币，现在坊间呢是至少有5000块钱的身价，增值幅度是高达有10倍。